木支架，先买的支架哈，明天我的34寸萤幕才会到货，这是我自己模拟，大概明天的萤幕，明天萤幕应该是底下这个21:934寸，大概这么大吧。那我在想说，到底要不要用支架还是的问题。如果不曾用，就把这一台旧的 monitor 把它用支架架在旁边，可以随时去移走或放进来。有时候剪片可以边看爱奇艺的时候，还蛮方便的。就是用支架会比较方便，不用再搬来搬去。那如果好用的话，明天会先把34寸这一台也架上去，看好不好用。好用的话，可能再买一个给他用，就是两个萤幕都用支架来做。这样会比较好调整，好不好用再说吧。双十一特价799，然后对，然后它载重是6到9公斤吧，这里一定可以了。34寸的好像是6公斤吧，所以应该也不是太大问题。我们先装这个看看吧，先把桌面清掉，应该是不用看了。我在家啰嗦，然后壁挂它会有两种尺寸，7.5公分跟10公分的。希望尺寸哪里呢？应该是这样子，还是这样子吗？这怎么调整啊？我现在想到它可以上去，但是那这样可以，那是这样子好了。比较想要位置是这样子，看一下说明书好。嗨，妹妹。爸爸不想睡。好啊。我让你后边。加减是装具。我要像一个修理员了，没有啊？我把荧幕挂上去了。修理东西。嗯。这是荧幕支架。荧幕支架，它是荧幕支架。喏、哦，你看，没有掉下来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调。就是固定，然后上下应该也可以调整，这样会比较好吗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可以吗，妹妹？我先把这东西收一下哈。嗯，就是你用到哪边，它就固定。不，可以。哎、欸，这样可以来。随时去换。哎，爸爸的萤幕在这里。Acer 34寸21:9，到时候摆这里。
其实我想要做两买两个支架，看，对，买两个支架其实不错。让整个桌面都干干净净，喜欢。甚至可以摆到旁边去，你看，哦，不错，799，再买一个好了。最近可以到这里，最高只能高在这里而已啊。欸，真的可以嘞。买，再买一个，先买再说。虽然骗人，记得订阅我，每天晚上6点都会出新的影片哦。那我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爱戴分享。哦。